恐怖居家风水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压梁，家中空间上方有梁，避不掉，躲不开，运势整组拍掉掉。假如卧室床头上方有梁，可是会让睡的人晚上睡不好，连带身体差，别嫌太迷信，动动手搬床求心安，边睡两下。梁家燥呢，指的呢是影响的呢是女人妇科的疾病，甚至我们讲子宫下腹部呢是比较不理想的。燥也管的是财，因此呢，当衡量压燥的时候，也代表呢我们的财运是会受到影响的。听完老师说，有没有毛毛的？先别紧张，可在梁左右附近悬挂葫芦有治病之效，或是放一对麒麟摆设，化解居家压梁恐怖风水。